们人气里面，以力量队的话，总力量队的最高的人气啊、是在一垒手的部分。瞧瞧，彭振明啊，彭振明现在已经是连续11年的中职的明星赛的人气王啊，真的是了不起啊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在速度队的部分，大家看起来，好、哦，我们的周董，哦，周思齐，啊、哦，这个两个很近哦，跟这个统一的志祥很近啊、哦。周董大概那次打了一个再见满贯全垒打，可能人数快速的冲高啊、哦，目前为止暂居第一名啊、哦，这个是我们两队的这个人气王，人气王，佳佳。他我们就没有看过他打过正台湾的球，对不对？就目前为止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到底 到底是他会打还是他会投啊、哦？那这个对决也很有意思啊、哦。这个这个售票啊、哦，我们有分啊、哦。在今年22号的时候，我们有早鸟的套票就开始发售。24号的话就是前面来开卖。第一届中职棒球女孩甄选活动开始喽！中华职业棒球大联盟邀请你一起来 come and play。这一次棒球女孩的活动呢，一定可以为我们的明星赛带来更多的焦点，满满的粉红色。获得了我们的一本经济护照啊，接受整个明视集团体系的培训。那我们所有的培训的课程里头呢，大家看啊，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。啊，我们包含呢这个媒体概论、表演概论啊、戏剧表演、综艺演出、发音、口条以及肢体的表演。那所有的训练呢，啊，所有训练呢，通通免费，只要你签为啊我们的旗下的艺人。苹果12周年爆料拿大奖，200万等着您！独家给苹果照片、影片或者独立采访的公民新闻，点阅数每周最高一名20万，全月最高一名200万，改变社会，从爆料做起。